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，好久不见啊！上一次呢，实况的时候说了，我们下一次就录一个长一点的东西，结果你们被骗了，我也被骗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拖延了，没办法，这个天要下雨啊，娘要嫁人，迷之声犯了拖延症，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今天玩一个短一点的啊，它的名字叫 This Perspective 啊。这个是 perspective 啊，视角啊，观点这样一个词，加了一个反义的前缀啊。然后他说，哎，这个游戏啊，只有5到10分钟长，一次玩玩，你才能获得最完整的体验。好，5到10分钟，我们按空格键来开始。啊，欢迎来到这个很普通的平台过关游戏啊。你的目的是打败坏人，救下公主。用方向键或者 WASD 来移动。哎，这我的头呢？你的身体抛弃了你，你继续就好。不是我的头呢，是我的身子呢。啊，按上键来跳。是啊，刚刚已经试过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是不是二 D， 已经不是平台游戏了。我们已经趴在这个墙上了，趴在背景上。以及这左上角是我们的 HP 嘛？为什么看着有一点奇怪呢？跳在敌人身上杀死他，我们试试看，是吗？我们减血了。跳在平台上来这个度过这个地方，他会压我吗？我看来什么都不能碰。好吧。我们就当做一个躲避系的游戏，直接过来呗，不怕。什么？什么你大跳哇！突然发现啊，我们这个移动速度有点慢，我们还是在最上面啊。这个感觉它跳的上面太高了，我们从下面过啊。果然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平台过。你别下！什么你还来？哎，我躲在坑里，你就拿我没办法了，哈哈，我在坑里。好，我们过了。他说什么来着？他说呢，你收集这个东西啊，就可以获得一把钻头大炮，可以用来打破一些砖块啊，还可以用来杀，但是呢，不能杀怪，不能打败敌人，用 Z 或者 AR 来使用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组装完成，组装完成，果然是不能刷怪吗？果然是不行。结果这个倒是正常的。好，我们下来了。找到这个反压力气泡的碎片，然后呢就进水了。好，哎呦，这是什么状况？果然它会发子弹。你这个发出的子弹如果是砖块就好了。我们现在这样的没办法，不能过。什么？你还是跟踪呢？你吓唬我？我什么？你也是跟踪呢？这个弹药毫无作用啊！你给我啊，他不会下去。如果他正在那个上面的时候，会不会掉下去呢？有点不可解。你又来跟着我了。你这个有一点规律好不好？你一直跟着我，最后把路堵住了怎么办？好像离得远了一点，他就那个。好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碎片了。回去的传送门。什么？你无视的？他竟然无视障碍物。哎呦呦！对了，又是你啊，坑哥。坑哥我怕了你。好，这下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你不就有子弹吗？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个子弹是消失了之后才会重新复原的，所以呢，使用的时候稍微要有一点那个。刚还想说这个，他这个灰色的敌人啊，他可以无视障碍，我会不会也无视障碍？结果果然还是不行啊，太天真了。我们获得了气泡，我们直接从这里下，真的下来了。按上或下键就可以游泳，就像超级玛丽那样。喂，什么东西？好大一张嘴，这个都是障碍物啊，行不行啊？绿色的小鱼，
上面呢，哎呦，这玩意儿还在跳，你不是水下吗？这么有劲儿。好，上面有地雷的样子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鱼雷，哎呦，鱼雷使劲了。啊，还好，什么在当中的，好吧。我不怕你，我有点怕你，还是有点怕的啊。嗯，好，不怕。他说，做成锤子，做一把锤子，因为我不就两个血吗？不怕，反正在最右边肯定还有一个，哎，是吧？把两个碎片集齐了呢，我们就可以横向的打破这个碎片了。但是看这样子，按键是同一个，也就是说，啊，我们这个大炮是要被破坏掉了。锤子来了，哦，它可以打怪，不是可以打怪吗？只能打小怪是吧？老怪不行是吧？好，你谁啊？啊，我的身子，那是我的身子。看起来啊，原来你的身体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坏人，赶快过去把他打败吧。喂，什么？喂，怎么有点强呀？我们这个锤子啊，晃的还有点没规律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根据你自己的左右，来进行向左还是向右甩的。现在是一个追逐战。啊，我们不上去的话他也不逃，不知道最后是不是等他自己作死还是怎么样。马上就没有路了，无路可逃了，我的身体。这个岩浆我自己碰到会死吗？不会，果然。一个方脑壳拿了个大锤子，什么？哦，看错了，果然这个蓝颜色的长得也很像我的身体啊！我一看还以为有两个我，世界上另一个更大的我。你别吓我，前面都是有子弹的嘛，别最后又出来一个大金鱼，那个是金鱼吧？啊，金鱼应该没有那么凶残才对。怎么感觉他发子弹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？哈哈，你无路可逃了吧？什么？你几个 HP 啊？感觉如果我在底层的，你就这么点血，奖励关，收集硬币，哪有硬币啊？好大的硬币啊！果然碰到要死的吧？我们往前走一点试试。果然，好，我们走。好大的硬币啊！哇，你好快！哎，什么按键刚刚有点卡，这个金币越来越多了，我不要做这么有钱的人啊。哦，好，来，前方有公主吗？快来一个公主呀。但是我已经没有身体了，我只有一个大脑壳，怎么办？如何相爱？怎么还没结束呀？奖励关没有结束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既然是奖励关，就是看你能拿多少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先往前走一走。好，出现了。这个旗子没用啊，我们现在也已经没有榔头了。哦，什么？那家伙又来追我了。我的锤子呢？ Where's my 锤子？怎么变成了一个啊？性质又发生改变啊？这是什么？地雷吗？好，你不直接吃我了，你改发子弹了。好像我中了一颗子弹，所有的子弹都会消失。同样呢，是在地图的最左、最右两端，有一个要收集的东西啊。啊，好大一张嘴！这个算是什么呢？
嘴里货还真多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会获得的是什么呢？会是那把枪吗？还是什么？什么是自动的？我还不停的按键呢。那就轻松了，我只要躲避就行了，好吧？躲避也不是很轻松啊。啊，总算是稍微甩开了一点距离。不过既然是自动攻击，那就没有太多。哎，什么？什么？我HP不多了。好，他死了。然后呢？哎，然后呢？嗯，公主在另一个城堡里，一切都是骗你的，你浪费了你人生中的419秒钟的时间，谢谢。